哎，奇怪，为什么跟到这个地方怎么不见了？哎，二师兄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跟那个女孩子为什么跟到这里来，怎么不见了？那根本不见了。哎，那你来干什么？我也是啊。是什么？我也是跟一个女孩子啊。奇怪啊，怎么不见了？哎，就是啊。哎，大师兄，你们两个人跑这里来干什么？啊？哎，大师兄啊，二师兄啊，好不要脸哦！一看到女孩子就跟来哎。那你看你呢？我看他来，我也来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女孩子啊，妖怪变的。啊？妖怪？啊？不会啦！不可能啊！那个女孩子那个身材那么好，怎么会是妖怪呢？哎呀，所以我说你们两个人傻就是傻。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师傅现在在哪里啊？啊，师傅，被他们抓走了。啊，真的？啊，赶快去找一找，你们找那边，我这边找找看啦。师傅在哪里？师傅你在哪里？找不到你。赶快走去找啊！师傅啊！哎呀，我这两个师弟啊。这样叫怎么会找得到啊？哎，还好，我带了个对讲机。什么地方？奇怪，我跟那些女孩子无冤无仇，他们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呢？这有个门。先走为妙。对，明明没门，为什么我出不去呢？哎呀，幸好我带了对讲机。喂，师傅啊，你在哪里呀？师傅啊，我是悟空啊，你在哪里呀？听到，刚刚请回答啊。我听到你声音了，你听到我声音，请你回答。啊，师傅啊，我听到了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？听到了，请回答。悟空啊，我在一间屋子里，你听到了，请回答。啊？屋子里头啊？哎呀，我说师傅啊，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我们在荒郊野外到处找你啊，你怎么自己跑到屋子里头去休息啦？啊，听到，请回答。悟空啊，你冤枉我了，我是被人家抓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啊。悟空，你听到声音你就赶快回答。啊？被抓去了？那到底在哪一间屋子啊？你跟我讲清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听到，请回答。我也不知道在哪儿。哎呀，好三长，竟敢私藏对讲机！二妹啊，大姐，带他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严加搜查？我错了，该死的唐僧！悟空，我被发现了！该死的唐僧，我要宰掉你吃了！慢着，时辰未到。等到时辰到了，咱们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可以增加5000年的道行。阿弥陀佛。哎，大姐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在笑他，葡萄。
个什么紧要关头怎么办？怎么搞的？忽然没有电啦！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哎，我掐指一算啦，哆来咪发嗦啦西哆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师傅爷那是被蜘蛛精抓走了。啊，八戒啊，武僧啊，哎呀，大师兄啊，什么事啊？什么师傅被蜘蛛精抓到蜘蛛洞里头去了？快去救啊！到哪里救啊？快呀，蜘蛛洞，蜘蛛洞啊！快呀，快呀，快呀！瓜带鹰走路了去，我才不跟他们一样的。哎，拔根毛，变！跟他们一样，这样骑不舒服啊！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。有爱人要同行，那我爱人要同行。你同行就不成，我现在要出城。我是大不死，我一会回家来看你。那敌人不会欺负我，怎会离开你？保护需要我保护，我所以要出城，就因为这缘故。再会，再会，再会。各位朋友，我们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，这个礼拜非常谢谢您的观赏，下个礼拜希望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，在这祝您身体健康，身心愉快。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爱人要同行，当我爱人要同行，你同行我不成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我都是那不是，我总会回家来看你，那别人要